这边是厦门的中山公园，在公园里边，这里边的风光很秀丽，里边有各种的这种热带植物，非常漂亮。门口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写着天下为公，是孙文的一个题词，就这块石头。现在我在石头的这个侧面，那边呢是个公园的门。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，高高的棕榈树，非常高，很挺拔，而且确实很直。瞧这棵树，非常的直，又高又直。这个是中山公园的一个正门，这里有一片绿地，那边也可以走，没关系，跟你那个。它这个这边的小亭子啊，这种楼阁建筑的跟北方这种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南洋风情，南洋风格。这个亭子的这种风格，绝对有别于北方的建筑风格。到处是绿色的植物，竹子。现在是1月初。但这边已经是非常的春意盎然了，这就是厦门的中山公园。这是一棵什么树，我也真不知道。反正这树一看是很有年头了，而且上面挂满了灯笼。瞧瞧这棵树的树根都长在上面了，实际上不是树根，应该是那些树枝分枝。这种树好像在电影《阿凡达》里边啊，曾经出现过这种风格的树，非常有特色。这个就是大门口一进来，这个有一个大石头，上面写着“天下为公”，这是孙文书写的。这是放在中山公园的正门的南门，一进来就这么一大石头。你